老师，我刚刚有看到有一个老师有问一些问题，像是说有没有抽签的功能？抽签哦，有啊有啊有啊，哈，也有抽签的功能啊。哦，所以也有老师在问。也有抽签的功能啊，像这里有没有有抽签，我就可以选这个编号啦，好，然后还可以选这个范围，好比说我要抽30哦，所以老师很喜欢抽签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好比说我要抽3个人啊，我就可以开始啊，1到30号就开始抽啊。好，你看，那其实我觉得抽签的功能除了选同学外，是不是可以来运用它来教这个几率？好比说一次选8个来去看说一号到好比说1到6好1到6点的这个几率等等，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用的，好，而且它不复杂，好叫出来就有了。